司空大志大驾重建家园，我和婉清也安顿好了无家可归的人，剩下的林立君也渐渐适应了废林谷的生活。青青，你还好吗？你看到了吗？陆鸿竹的罪行已经被昭告天下了。 对了，明阳，他继承了父王的遗志，把朝堂稳固的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只是，如今灵力是破碎，起源大陆的灵力一天比一天匮乏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相见？我真的好想你，青青，我真的好想你。